经一颗星已经过了，还有230个人啊，230个人，230，给娜宝开过真爱的，你年度结束之后，我给你发消息，你没搭理我，是不是那个好友？好友啊，这好友的话，那个我不经常上，就是挂号一般都是那个自己家管理啊，或者是我自己的家人给挂的，你有微信就好了。浩哥，知道吗？咋还是那么漂亮？干了啥？干了啥？只要不说那个越来越丑就行。对，那个我号一般都就是平时下了直播我就让别人挂了，知道吗？七号哥，你别挑我理，别挑我理。那咱们加上微信了。那个七号哥，你上上榜呗。就当帮那妹妹我上那个凑凑榜，拉成啥样了？反正结婚去了嘛，行，结婚我要有对象结婚的话，我不得告诉那个直播间人，我还得说点那个，说点份子钱呢。你以前谈过对象没？骂谁呢？骂谁呢？没谈过对象似的。我也是那个好几百个人追呢，这可以有，这是想当初从小到大，不管部队啊还是那个人，对吧？那怎么也得算算，也得十来个了，还没追似的，笑谁呢？七号哥，你就多刷点礼物就行了呗。浩哥，七号哥，这本来这个榜嘛太低了。七号哥，好几个乞丐追呀、啊！说这个就不乐意了，还乞丐追？等我以后有条件，我也要来，要有画面，行？没人追，就是啊。不管我是那个唱歌的时候，还是现在啊，说话的时候，聊天的时候，都是女神一枚呀。我以后得高冷了，特别冷。没见你以前一人都说你刚才合适，我没有在节奏。不是，就是你发现没？不管是那个听的八卦还是怎么地的，人家那个这。都要不就是有对象了，要不就是有媳妇儿了，你说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要这个那个的，你全是。那我不加了，我怕控制不住自己。天哪，你能控制得住，我就能控制你，放心。放心。对了，这个啤酒极速520啊。40520是不是那个600多了？应该是谁算错了？是不是你控制我还有好？我跟你讲，你看都八卦哈，你看他那个谁打的字什么风格的，就知道他什么人。你看2+3就是卡密。我跟你讲，外面主播结婚的很多。我跟你讲，你一看就是那个贼八卦的。贼八卦，不是一般小八卦，比我还八卦。我都偷着问。哎呦天，三组这个。上午谁说四组啊？四组好像600多，对吧？多少次总在定格瞬间，希望总会。跟着失败旁边，向天挥舞的翅膀，像个天使堕落凡间。欢迎大家，还浩哥，浩哥，你新年快乐！点首歌来啦，还欢迎咱听泉。希望总会跟着我的胸怀，到现在早已成长起来。不懂我适合你的爱。
黄一夏。对呀、啊，浩哥，他粉浩哥。我点哪个？点哪个？然后，那个上帝的七号哥，七号哥，你就，就算支持支持我呗，我不能那个，让你那个什么，连那个小裤衩都穿不上了。啊，七号哥，那音乐这俩都好听。我就唱一个好听的。嗯嗯嗯嗯嗯嗯，谢谢夏给我，我开了收获，感谢夏，我夏还给我发好友，发好友，发友说啥来着？啥呢？死要面子，活受罪，要守护，人家守护得的钱多，什么死要面子呀？守护400呢。欢迎下，欢迎下，是不是？人家收400块呢，还这家伙不知道还敢瞎说呢。嗯，这划算，关键是划算。这什么钱？你看才几个，对吧？你看守护才几个，才几个，最后才一个了，没了。那就不说了，对，欢迎下，下首歌应该唱完了，不算我点的吧？行，这首歌送给，谢谢浩哥，谢谢汤本浩哥，这首《今世有缘》送给浩哥，好，浩哥还有这家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，过来看我，谢谢，也送给七号哥，还有他成绩哥，好，谢谢汤本浩哥。谁说尘世这么累，这人间真会美。百年修来同船渡，万劫修来双栖飞。花开生情花落泪，纷纷扰扰无所谓。也曾失落苦徘徊，纵然风冷雨霏霏。今世有缘，因为有你。世事沧桑，世事沧桑，难得一回。今世有缘，谢谢风铃，谢谢风铃，谢谢大家啊！没有开真爱的开一个真爱，开完了真爱扔一个一毛钱的付费的礼物棒棒糖，或者是啤酒都可以啊。还有221个，大家做一下真爱任务啊！还有221个才能过2颗星啊！现在真爱比较少了啊。谁说尘世这么累，如你人间就会美。百年修来同船渡，万劫修来双栖飞。花开生情花落泪，纷纷扰扰无所谓。也曾是我苦徘徊，纵然风冷雨霏霏。今世有缘，因为有你。世事沧桑，世事沧桑，难得一回醉。今世有缘，因为有你。情缘翻下风花雪月的醉，风花雪月的醉。今世有缘，因为有你。世事沧桑，世事沧桑，难得一回醉。今世有缘，因
醉。谢谢汤的汤哥，谢谢汤哥，感谢感谢，送你啤酒，谢谢谢谢。嗯，欢迎四流氓哥，好听。嗯，还有好几首好听的。嗯，浩哥，你知道？浩哥，你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一个月没直播了。知道不？嗯，你知道不？还等你，等你改一下呢，马上不是。不知道。那你这20多天嘛，半个月没上歪歪吗？还是到上歪歪了，然后也没过来看我，也没过来看我呀？是不是？没来直播间。坤宝改一下马赛格式啊，就是4836啊，就4836，然后加你的名字，不要任何的符号呀，这个那个的，大家都看看，咱自己家人都改一下马赛格式啊，不要用以前的了，以后这个改不改的，是你马赛格式不会再改了啊，以前要知道，就是直接就弄这个简单的。简单的就好了。等你嗓子好了，听你唱楼兰啊。没事，我现在就给你唱。选地段，老大，你说买房选什么地段好？你比较增值的地方呗。没事。你好，先别唱。选身上。哦，谢谢七彩祥云哥，感谢感谢，欢迎欢迎啊，欢迎！孙悟空带着七彩祥云，感谢感谢，谢谢祥云哥，感谢感谢。先别唱，那就好长时间了。祥云哥喜欢听什么歌？我不刚刚回来吗？刚刚回来吗？来。那个祥云哥，好久不见，我真的是那个已经20几天没直播了，没直播了。哎，谢谢，好，欢迎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过来看我啊。请祥云哥过来看我，这个必须得给那个浩哥必须得唱了，要不拖时间太长了。这是我的楼兰啊，谢谢咱石耀。看起来去年6月份，那你最近都在吗？都在那个外都在外面上玩吗？真是，好久了，而且那个我这段时间，嗓子还有那感冒呢。欢迎记忆帆哥，欢迎战神哥啊！我的罗兰吧，使劲唱！欢迎记忆帆哥，谢谢谢谢战神哥，还有黄蜂哥啊！删不删？没有，我不删好友。这首歌送给你们啊！谢谢大哥大姐们想着我啊。想问沙漠间那一根曲线，风间披风为你御寒。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，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取暖。想问姻缘界那一根红线，深埋生命血脉相连。用丝绸去润泽你的肌肤，
我就在那个怀抱里缠绵。写出这首歌，写的好的。你总是随手把银盏插在太阳上面，万道光芒蓬松着你长发的波澜，我闻着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你总不小心把倩影躺在月亮上面，万顷月光舞动着你优美的梦幻，我闻着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水美人共一朝和不为一天地，水美人共枕夕阳长醉两千年，从未说出我是你的尘埃，但你却是哦，谢谢谢谢，艾特哥，感谢感谢。想问姻缘界那一个红线，深埋生命血脉相连。用丝绸去润泽你的肌肤，我就在那个怀抱里缠绵。好，差不多了。你总是随手把银盏插在太阳上面，万道光芒蓬松着你长发的波澜，我闻着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你总不小心把倩影躺在月亮上面，万顷月光舞动着你优美的梦幻，我闻着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水美人共一朝和不为一天地，水美人共枕夕阳长醉两千年，从未说出我是你的真爱，但你却是不辛苦，因为好长时间，就这首歌都欠你好长时间了。谢谢艾特哥，感谢艾特哥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艾特哥。要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就发公屏就行，啊，嗯，就是感冒感的，感冒弄的，就是咳嗽啊咳嗽，然后咳嗽咳的，然后嗓子哑了，要不嗓子应该没事儿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谢谢艾特哥啊，声音没法改，哦，行，那个，不对，手机没法改，手机好改，手机好改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唱，不是，我这嗓子就得一直唱，艾特哥点首歌，必须得点首，强制性了，还响应哥是那个，七号哥。不帅，对你发公屏就好啊啊！再各位哥姐啥的。
我也是，我也是，但是把嗓子唱坏了，真的就是谢咱祥英啊，谢咱祥英，那个唱歌唱时间长了，得有方法，要没有方法的话，真的特别容易，特别容易那个不好，然后或者是长那个什么息肉啊或什么的，然后我这个也是没保养好，没保养好，呀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感谢感谢。谢谢艾特哥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啊，我想想，我唱一个，现在好了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，这我都特别着急啊，真的将近一个月了，特别是那个年度结束之后，一直没怎么好好，没怎么好好的那个，直播呀什么的，都有点不习惯了，有点不习惯了。年度结束了，对啊，这一个月嘛，一个月。当当当当，来看一下私聊哦，私聊私聊啊。哦，单人连麦多少钱？就是你那个上上榜啊，上上榜，因为那个刚直播，刚直播两天嘛，榜比较低，就是上榜吧。怎么也得中间往天上啊，浩哥，空空如也，行，我把这首歌吧，空空如也，好，送给大家，送给那个爱的哥啦，浩哥啦，好祥英哥啦。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，下来聊呗，下来聊呗。哦，下来聊，下来。啊，不是。不是，浩哥不是说你，我说你另外一个好友，就是不欢迎他，没看见，没有欢迎到，然后他就生气，然后那个然后不回他消息他也生气，就那个人。谢谢艾特哥，这空如也，好好给你唱一个啊，这首歌送给艾特哥，嗨，祥英哥、浩哥、橙子哥，哦，欢迎狂舞哥啊。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，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，也只是怀念，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，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，可我却害怕遇见。给佛哥给我发，佛哥给我发，好，给你邀请，赶紧别光点时间来，张爱团还差200来个，大伙赶紧能过的赶紧过去啊，赶紧把张爱团过一过啊。又见面了，别老跟他傻跟他扯那套事儿，跟他老跟他，我没扯呀，要啥的话是不是跟他协议上周刷屏了，那啥让我连你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直播的话直播都直播不了，净跟他带妞，说你又哭了，哪有，我真不爱哭，我真不爱哭，你怎么是，我看看，没有没有，我看看你公屏，我不信公屏啊，我不信，一连上你公屏就打，这两口子又来劝钱来了。那你也不，可能大家想我了呗。啊，你今天真哭了吗？今天真哭了吗？没有，我哪天也没哭啊。也没哭，以后你可别。今年我都没哭。一天天赶着跟那，一天天赶着哭鸡肠那主播了，一天都。你没哭，就是、你老哭什么哭？年度那个被干下来，他我也没哭啊，今年。年度被干下来的情况下的话，关键的话，不是主要是那家里的财团的事儿吗？就是啊，那你那个主别的话，属于那主别属于死亡主义那种。
而且自己没有那能力。今年，今年我，所以今年你老公我还行。一会儿又来这打电话了，你接电话。衣服买好了吗？啊，衣服没买。衣服买好了吗？哎，你说我是穿哪？啊，等会儿啊，我看看啊。我师傅给我打字，我跟我师傅打两个字，我师傅说没事儿，啊，我师傅说没事儿。小鼻涕得了个，我可能别跟他扯那个麻了。一会儿下完直播呀，早点的话顺那个小尿道啊，我他妈就跑得了。我可别扯了。那个你说咱俩天天这么，我的妈，这手都给我杵。你说咱俩天天这么连的话，老这么搁那尬聊的话，你说也不行啊，咱俩。你是这么连的话，你也坑不着礼物，我也坑不着礼物，咱俩得坑点，咱俩得。咋坑呢？这里来，这里咱俩玩游戏啊。行，频道里不带飘过，你跟那事儿。然后的话，咱俩的话属于的话，全都是一毛一毛刷，行不行？一毛一毛刷，行，就不带飘过就行啊，就是不一毛也行，就不带飘过的。然后的话，谁飘过谁输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完，咱俩就咱俩给他整一把，行不行？行，不带故意的啊，就啊不带故意的，就一毛，就一毛。然后那个对，就一毛。佛哥就是拉票就行了，然后我就全部。一个一个的，没你们发个红包的。现在没票啊，没票啊，票光我就告诉你了，没票啊，也没票光啊。来来来，谁家谁，咱俩直接宰，直接宰这得了，谁家也别票光，宰这得了啊。谁一票光，谁就说输啊。来，兄弟们，揍他了啊！宰这，宰这来，那咱不说来，宰这，宰这公平来，宰公平，宰公平。挑挑挑挑。你像个大傻子似的，这小子那是，这企鹅不算吧？企鹅吧？企鹅不算吧。你说他干哈？你搁那傻东西，不让你飘过。我们输了，我们。快快快快！这完了，今天上的有点慢呢。感谢昊天。哎呀哎呀！不让票光怎么这么犟呢？带票一注我看看来，带票一注我看看，我是差有点多呀，是不是？挑五个五个的，我是不是跟你们的脸了？你带给我票一注我看看怎么事来？我这是我真套路啊！带票一注我看看来，我真是我给你们点脸了，不行了，这套路啊！这是带票一注我看看，带票一注的话，脸我指定我要不给你 IP 封了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是你儿子，我都是。谢谢谢谢谢谢艾德哥啊！带票哎，昊天啊，你跟那啥，哎，来来，你敢票一山一世，我算你硬来；票一山一世来，我算你硬来。票一山一世，我说你一票一山一世的话，我就连我就必死。来来，整一下，我看看来。昊天，你是真能装啊，你能啊？你真能给我俩装那个大半算个那啥？来，带票一组，我看看来。套路。赶紧票吧，不票的话输了。快点来。走几秒了？走几秒了？一个一个都点一点点点，就剩那个你爱的哥哥自己了。快快快，这么几秒，快快快！哟，哇！轮船。你放的是啥笑声？能不能趁到明天找门去啊？再说不是那个再说声，再说那白摆吧，人两口子搁那圈钱呢，你这么像个签儿灯似的，用你刷呀，搁那事儿，欠钱的。你们俩人两口子跟啥呢？你们跟啥处对象呢？你们俩干什么？一会儿又该来电话了。输了来吧，惩罚吧，惩罚吧。那个跳个舞，干啥？好好跳舞。再说，再说那六日，再说你是这我徒弟这是，这我徒弟。那老姑姑好啊，
好好，我给你媳妇打电话。他那鸡巴有别的能耐，来吧，惩罚吧，来吧，小王。不用刷，我看让他把我刷的退给那个白板哥说了。啊，怎么说的？说什么了？啊，让你把那个钱退给他。什么钱退给他？嗯。跟我要什么钱？不用我说，把钱饿的什么给你什么玩意儿？退跟我跟他要什么钱？跟他删，你上来给我刷礼物的话，我就帮你买点啥的。你把我赢了跟他删，你跟我要什么钱？你跟他刷礼物的话，你跟他刷好几万跟他删的话，上我这屋一毛钱没刷的话，你跟上完榜的话，我一毛钱没得着，我跟你要什么钱？哎呀，我跟他跟我原来要钱不是？哪有钱不是？对，那是文哥呀，爱谁谁。是谁的话，现在不上我这屋的话，就不是我的好大哥啊。谁谁的跟那啥扯那点事儿。就是机关枪了。那咋整呢？啊，文哥咋惩罚了？白板哥你说那个你说怎么惩罚吧，哥啊，想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吧。你弟的话都接着啊。我看着了，白板哥，白板哥跟惩罚，哎呀，刚才都那么说你。哎呀，明儿的情况下，咱呢也不。